历史真实就找图一，杨丽萍宛若精灵仙子。图六，英国女王梅根同框有爱杨丽萍，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与世无争的她为了艺术已经努力了半生时光。谁能想到孔雀公主年轻时颜值逆天，一双大眼睛尽显灵气，眉目如画，如同画中走出来的仙子。萧权曾说，三毛和杨丽萍都是离自然和上帝最近的人。17岁的威廉·杰斐逊·克林顿与肯尼迪当时的美国总统会面，这次握手极具历史意义，这是榜样的力量。日后的克林顿成为美国第42任、第52届、第53届总统。当出道的王祖贤，美的清纯，美的优雅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五官精致，身材高挑，清新脱俗的气质。图为王祖贤早年打篮球的老照片，尽显女神范，靓丽十足。简·西摩尔和弗雷迪·梅库里同框的画面，两人的笑容富有感染力。简·西摩尔美艳不可方物，她是美国女演员、制片人，被称为电视剧女皇。她曾在007电影《生死关头》中饰演邦德女郎莎莉泰公主，可见其美貌。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年轻时的同框，乔布斯是计算机业界与娱乐业界的标志性人物，比尔盖茨曾任微软董事长、CEO 和首席软件设计师。谁能想到两人的颜值如此之高，妥妥就是男神级别的存在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梅根王妃的温馨同框，两位名媛谈笑风生的画面，十足的友爱，可见梅根备受女王的宠爱。她是王室成员年轻一辈中唯一一位收到女王邀请，与英国女王共同乘坐女王专列前往乡间度假，这是以前戴安娜王妃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